再不解释科普，我可要造谣了。Amazing. We ain't ready to see today.萧敬腾求婚后，全国各地突降暴雨，范围涉及26个省市区，就连不常下雨的内蒙古也下雨了，真是雨神人设不倒啊。欢迎观赏来自重庆的随礼。钱塘江鱼鳞潮交叉潮同时出现，神奇又壮美。尖牙下的强风硬生生把飞流直下的瀑布吹了回去。傍晚暴雨后，四种天象同时出现在天空，太震撼了。跟日落，然后这边你看是彩云，然后刚下雨还有彩虹，哇，闪电！啊，我当时都已经惊到口吃了都。路人拍摄到的龙吸水奇观，怪不得以前的老人说看见过龙。他说不说，大哥这声音，我以为龙王说话了呢。中午呢，寺庙呢放饭，就是有人给龙王爷过生日，吃饭的时候呢就发现了那个情况。咱就是说来个学霸解释一下吧。当时我在那边钓鱼，就拿这个棍儿挑一下，然后他就会把那个水给打成水帘儿。勾画六顶山大佛入座云中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太绝了。原来彩云之南是真的，我终于知道什么是彩云之南了。我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当时是在丽江上空拍摄到的这美好的一瞬间。